哎呀，王子，这么着急就把海报给贴出来了？怎么着？有人心里看的不痛快吧？还真不知道谁会不痛快。趁着胶水没干，我看这海报还是先拿下来吧。行，今儿我就在这儿，我看谁敢拿。来，撕。 胡主任说了，怕霍之远万一在舞台上表现不好，又像上次演讲一样忘词儿，影响了整台晚会的效果，所以主持人人选有变化，这个海报就需要再调整。 这个方向右转就是了。也是这边。老霍，老霍，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张敖和我说，胡主任调整了迎新晚会主持人的人选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找他。你找谁啊？张敖啊。你找张敖干嘛呀？我要去问清楚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搬到台面上说，不要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。老霍，你听我说，张敖这人我比你了解，他一绩效就阴阳怪气。 阳奉阴违，你跟这种人就不能摆在桌面上说。他一心想的就是独霸主持人的位置，把你踢出迎新晚会，怕你跟他抢主持人的名额。我来呢，就是先跟你说一声，你稍安勿躁，省得等会儿张敖在你面前臭嘚瑟。这个事儿你交给我，我一定给你解决，好吧？嗯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你别管了。主任，你听我说。 干什么玩意儿？同学，我刚才站你前面了，谁臭着了？是不是你踩了我的鞋？我捡鞋，你踩我鞋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居然请问教务处在哪里？也是一样，往那边走。哦，好。哎，哎，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来，你出来。干啥呀？听口音，你是东北的？黑龙江的，咋的？那你呢？同口是顺江县。同口是今年就一人。 而且是畜牧性，差一分就进不来了。你们俩一南一北，走过千里之遥，聚首在我们南疆大学，这是时，也是缘分。我们南疆大学将会是你们人生新的起点。我是南疆大学99级的学生霍志远，我代表南疆大学所有学长欢迎你们。在学校生活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到我这里来咨询。你跟我来。 哦，心情，麻烦给这个学弟一张登记表吧。记得把照片贴上。谢谢。你会打领带吧？哎，我会。行，我给你拿啊。哎，这个霍志远是笔杆子，这个我不担心。可是张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，这才让我想起来，上次几个大学演讲比赛，霍志远代表南疆大学，结果到了舞台上。 他紧张的，磕磕巴巴说不下去了，这个我不得不考虑啊。那能一样？上次那是张敖发烧，嗓子冒烟了，临时让老婆上去，他没时间准备。再加上那时候不高考刚结束嘛，那压力还没释放完呢，那是有特殊原因的。您不能老以老眼观看着啊。好了没有？啊，好了好了。 真是啊！行行行行行，我再考虑考虑啊，你去吧，考虑考虑啊！哎，嘿，哎呦，这个王子真是不靠谱，这搞的是什么狗屁嘛？这是。
女生派，不要焦头接耳，不要聊天，大个的往后排。叶东，齐晴，你跑上面去了？我是过来看看这届新生的品相如何。哎，我只是过来看女孩的啊，给我舞蹈团出个点新生力量。哎，你看归看，别引起骚动，放心吧啊。哎，学姐，你叫啥？ 留个电话号码呗。喊什么喊呀？刚入学就想泡师姐呀？找你。都给我听好了啊！我叫杨子，你们谁要是对跳舞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找我。我感兴趣，认识我，认识我，认识我。我特别感兴趣。我特别感兴趣。青青，没什么，老师的发言稿都准备好了。 你看着啊，见了都搜的样儿，不分场合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就跟洗钱大战。当着学生面干嘛？这是，确实主权大。心情也是，叫他就去，我看他就是傻。心情不是傻，他只是单纯而已。哎，你的小跟班来了，上面有杨子。 这里有黄心怡，两个人都来齐了，恭喜你啊，领土完整。哎，拿着，你去哪儿？撤啊！撤！这老师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撤去吧。哎呀，胡主任，每天讲的话都一个样了，我也不想在新生面前丢人，我先走了。喂喂喂，王子，王子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跟屁虫！胡主任，校长好，副校长好，胡主任。 张书记，校长好。各位同学，安静一下，新生大会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教务处主任胡主任讲话。喂喂，今年是哪一年？ 01年这个话筒也没有弄好。进入了南江大学，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：在离开校园之后，你们将要面临的是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担当，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一个正直的、拥有良好素质的、敢于拼搏的人。 那我们接下来的4年应该怎么办？你们必须要克服脆弱、懒惰和各种弱点，你们必须要超越自我，这才是一个有担当能力的人，一个完整的人。胡志远，哎呀，主任，正好你们几个都在。哎呀，我想来想去啊，今年的新生晚会。 在你和心情搭档的前提下，我想搞得再热闹一点。您的意思是？还是加上霍志远，你们三个一起主持，两个帅哥主持人加上一个美女，不是蛮好的。胡主任，您确定了吧？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就这么定了。就算是霍志远缺乏舞台经验，有你们两个拖着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抓紧把串联词搞出来，我看一看。是主任。 加油！我会的。我先走了。啊！有什么事不能搬到台面上来说，非要在背地里做手脚吗？志远，做不做主持人是胡主任来决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加油！ 哎，我说，这老师可真能白活、啊。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。胡主任说完这些，我就弄明白我大学四年该干嘛了。该干嘛呀？开小花啊！应该专心专意点，终于大婶了。哎，把球踢过来。啊，来了啊！你耍我？我去捡我。
你说黄欣怡凭什么整天在我们家王子身边转来转去？哎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身材没身材，后面又没有，前面更是重灾区，跟我杨子比那差老鼻子远了，跟王子更不是一个时代啊！哎，姐妹们，你们说我说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瞧见没有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你别老笑，我跟你说呢，还有半年我可就毕业了，我杨子到现在。都没把王子搞定，我真的觉得大学都白念了，白念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办正事儿。Helen，Helen， 衣服给我。大小姐，这是我给你选的衣服啊，不是，你先试试，款式颜色不喜欢我再给你换。现在试啊？哎，快来试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屏幕给挪出来点。哎，你帮我拉下，拉下。够事儿！我跟你说啊，最重要的是我跟王子俩人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一个歌神，一个舞神。你说我整天等他来找我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行了，谢谢啊。哪有女孩追男孩道理呀、啊？不能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丢人！你干嘛呢？我是文艺社团的张昂，你是哪个系的？叫什么？为什么躲在屏风后面偷窥？学长好，我是畜牧系的新生谷荣清。我没有在后边偷窥，我是进来捡球的，我没有偷窥。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躲在屏风后面？因为这球，那个学长，我借球用一下啊。因为这个球啊，它就滚到屏风后边去了。进去的他。啊。进去了吗？你看啊，哥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哎，他弹进去的，他，哎，你这真够准的，从那儿过来，弹了一下还能进去。哎，你这技术要不进国家队，你对得起人民大众吗？你就别解释了啊！我估摸着你在屏风后面看我们换衣服呀，都流口水了吧？不是师姐，咱别说话这么难听好吗？我没有，吴冬青。如果你撒谎，这可就不是我们能过问的事情。你这属于流氓事件，我没有耍流氓。你没有耍流氓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再说了，在场的人有一个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小林，把他送保卫科去。好嘞，哥。去哪儿我又没有耍流氓。没话，别等一下，走。干嘛？放下。干嘛呢？干嘛？王子，这事可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管。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球就是我开出边界的，这就是一捡球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踢的。谁知道他是来捡球还是来耍流氓的呀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知道，我是证人。张昂啊，你看啊，我没必要为了一个大一的新生跟你死磕，是不是这道理？哎，我说你们女生啊。就不能在宿舍换好衣服再来吗？这是公众场所。再说那东西是给你们换衣服的吗？那是用来挡杂物的。来来回回这么多同学看到的都被你们当成流氓。我是不是要在门口给你们贴张告示？前方有猛虎，请君绕行。这王子，你怎么替他说话呀？就算他不是故意的，那谁知道他到底看没看见你们换衣服呀？我不是帮谁说话。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恃强凌弱。说什么呢？老帽啊，老帽，来来来来来，师哥，哎，乖啊，看着师姐，看着，告诉师姐，你有没有偷看她换衣服？有没有？师姐，我真的没有。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，赔礼道歉，鞠个躬。对不起。解决了，张昂，解决了。哎，该忙忙，该乐乐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别让我看见你。走走走走。不离。走啊！没眼力见了。张昂，我也走了啊，不打扰你们排练了啊。
得了。强子，哟，强子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开学有几天了，爷爷让我过来看看你。爷爷挺好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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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，来。哎，我就算这日子，你快进城了。吃点什么？来，西红柿、花生、花生，吃。哎呀，可算考上了啊啊！咱家也有大学生了。我考了三年了。三年怎么的？考上了就好样了。最后选的什么专业？畜牧。什么专业？畜牧啊。你学畜牧业用来大学吗？那三牛村不就能学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学的是兽医。那村里的猪啊牛啊羊啊，只要病了就得死。咱村不是有兽医吗？好了，去深圳打工了。是不是村长让你选这个专业的？你怎么晕脑袋呢呀？你听他的干什么？他让我学完了以后回村里去当兽医。回什么村？啊，考上大学了还回村是吧？你看我出来这么多年，我回去过吗？我在这支个摊儿，天天哎，不少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当初啊还不如听我的，你就当个大车司机。我价本下来了，早下来了，我一直帮你存着呢。谢谢哥。傻笑什么、哎？既然考上了，就在大学踏踏实实学。这本啊，我先替你收着啊。那要再来一次，然后就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散开的队形啊，不要那么的扩散，稍微密集一点。最后一次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转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去南疆大学，真是没你七三弟啊！哎，七三轮不着你啊，轮着你。你看这样子，我就感觉像是中枪了似的。我觉得还是心情稳重，只怪青春年华太刺激。我跟你讲，谁也没开始看我，没开始我那天。胡冬青，看够了吗？我是路过，这刚才他们路过。师姐，刚才这站了一排男生呢。一排男生啊，我就看你自己跟这站着看呢。没跑了。姐妹们，给我收拾他！哎哎哎哎！吴东强，把鞋给我捡回来。小静，今年迎亲晚会主持人把霍志远也加进去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辛勤和霍志远站在一起，比跟张龙站在一起合适很多呀？啊，你觉得呢？小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小倩，你等等我，你别生气啊，小倩。海报已经张贴出去了，全校师生都在拭目以待。这次晚会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。以往的两届晚会都办得非常的成功，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。那希望这一次依旧能不让大家失望。一定不会失望，尤其这次晚会呢，是老霍主办，对吧，老霍？嗯，作为晚会的主要负责人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吴主任特地交代要我把好关，所以这次由我来执笔。啊，接下来就是各个节目的具体进展情况了。王子、霍志远，交给你们了。哎呀，我听说这电影特别惨，最后女主角死了。是男的死了。女的。是男的为救这个女主角被淹死了。不是我同学跟我，你的同学是女的吧？啊，所有的女的看电影都这样，都希望女主角被淹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嫉妒。
灯光起，谢谢。可以收了，谢谢。花之源，哎呀，总算找到你了！哎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西服，啊，鞋子、袜子都在里边，还有衬衫、领带。你快去试试，不合适我得去换呢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些？我不给你准备这些，你有上台主持的衣服吗？你是今年迎新晚会的主持人，我必须把你从头到尾好好包装一下，帅过张敖。哎呀，你快去换换，让我看看，我好期待呢。顾总枪，陈老秦，别碰我，肯定不便宜是吧？董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电脑是花1000块钱攒的。1000块，少。我给你打个欠条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你要干嘛啊？你去哪儿啊？你带上我吧。我去老校区的体操部挑节目，你去干嘛？你就是去看美女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去看美女的。我不仅看，我还挑呢。但是我代表的是学生会，你算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做跟班儿。黄心怡，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不要迷恋歌，把歌当你的传说，好吗？你得找我啥事儿啊？哥，我想管你借点钱。咋的了？你大学钱不够花？我把同学电脑给弄坏了。你一个学畜牧业的，你碰上电脑干啥？我错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前几天要了一车菜，车开半道翻了，司机差点死了。动手！动手！快动手！站住！行，既然到了今天这步田地，你们也想动手，可以。群殴我不接受，派一个出来跟我单挑吗？谁跟你单挑啊？你们有意思吗？啊，为了一个节目，你们至于吗？怎不至于啊？啊，我们辛苦排了一个暑假，你说让女生健美操上，我们怎么办？
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那是舞台，你要尊重美感。再说了，这女生上台是给全学校男生的福利，我们上台那是给全校女生的福利，全校女生有我这个福利她就够了。我们今天打的就是女生的福利。对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别动手啊！哎，干嘛呢？三英战吕布呢？啊？哎，这个比喻好，我喜欢。不是，你谁呀你？啊？少管闲事，听到没？说别动手！哎呀，呦，轻点轻点，别动我。可以啊，师弟，师弟你棒棒的。那个，我回去帮你叫人啊。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误会。啥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这真是误会。误会。我刚才是路过，看到你们从我身边跑，我一看那人我认识，我就杀。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别你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啊！你们干嘛？三英战吕布啊！大家都是校友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们非得这样，下次见面多尴尬呀！那师哥，你放心啊，他们表过态了，说他们不演节目了。我们不演了。算了，哎，哎呦！没事。老霍啊，你是不知道，他真的太厉害。我真不吹牛啊，我要是吹牛，我王字倒着写。你王字倒着写有区别吗？你看，你抬杠，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多紧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小子冲天而降，拉着我就跑。等我翻过去的时候，就剩他一个人在墙边。我兜回去想要救他的时候，他把人全给收拾倒了。哎，你那个手型是怎么做来的？就是那个，真的假的？原来今天是你替王子解围的。哎，你那是功夫怎么练的？嗯，那不叫什么功夫，这是我在复读的时候，我在联防队学的。联防队，那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构，这绝对是经得起考验，绝对够意思。来，古冬青，从今天起呢，你叫我王子，叫他老霍。老霍在南疆。笔杆子第一，相貌气质第一。虽然南疆大学卧虎藏龙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最优秀的。学长，哎，古冬青，我告诉你，王子这个人就是对朋友总比对自己好。哎呀，你这么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来，喝一个啊！哎，从今天起啊，咱们就是哥们了。以后在南疆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，全包在我身上。太好了，我正为一件事情发愁呢。我把室友的电脑给弄坏了。他是不是讹你？没有，是我把他的主机给烧了。那得多少钱啊？没钱，这不是个小数吗？哎，师哥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管你们借钱，我是想打工一下，我问问你们有没有门路。他这个人就是客气，那我们都是哥们儿了，借钱又怎么样？但既然你自己想打工，我一定想办法成全你。谢谢。好，来，都不要客气啊。找他。来，这边，辛苦了。来，喝口水。扭的真不错啊！哎，扭这么好，要我在迎新晚会上给你搞个节目呢。哎，真让我露脸，我就放不开了。我真放不开。大伟今天表现不错啊！哦，你辛苦些。哦，谢谢。还来吗？下次？啊，来，一定来。好好表现啊！哎，多谢关照啊！哎，走吧。嗯，差不多收拾收拾回学校。嗯，走。来。晨曦折射心灵的模样。我需要一双翅膀，我需要一双翅膀，期待，牵系着，又忘词儿了，在蓝天青曲里，你既然那么担心他，干嘛不直接上台去帮他呀？跟这儿窝着多难受啊！我这不怕他紧张说不来词儿吗？你看这剧场一个人都没有，这还一句完整都说不出来。到时候全坐满，那他不得疯了。在
晨曦。看来我不得不出马了。晨曦，老霍，师哥，你们俩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路过，我也路过。我想看看师哥这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我不需要帮忙，我只需要练习。你现在欠缺的就是舞台经验，舞台经验这个东西，我王子敢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我信。你信什么？你看过他演出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还说信？没看过我也相信他。大师，指点一下。好。下面我提两点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嗯。当你出上这个舞台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台风。不是这种，别跟我瞎鼓了。做到这一点的同时，你还要做到心中有数，目中无人。折射心灵的模样，我需要一双翅膀，牵系着新的飞翔，我在蓝天青曲里摇曳我年轻的梦想。王子好帅啊！谢谢东边的观众。各位观众，这个舞台不只属于我，同时它也属于霍志远。掌声。太过瘾了！王子，你刚弹得太帅了。我刚想了一下，干脆咱俩组个节目，你弹我跳，晚会上绝对炸。好，炸！哎哎，信琴，那个刚才我用吉他跟老霍对了一遍词儿，那对的可好了。你们赶紧趁热打铁溜溜词儿。信琴，我们来试吧。晨曦折射心灵的模样，我需要一双翅膀，牵系着期待飞翔的心，在蓝天的青曲里，我摇曳着年轻的梦想。特别好，志远，继续保持这个状态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会的。这个是照新改的主持稿，背一下，咱们按这个串词。改词儿了。我需要一双翅膀，牵系着新的方向，在蓝天白云中摇曳着青春的梦想。你穿我的西服干什么？快脱下来，这样会起皱。我给你准备了秘密武器呀。什么秘密武器？噔噔噔噔。你看啊，老霍，你站在台上的时候，当你忘词了，如果你左手拿话筒，你就念这边。右手拿话筒，你就念这边，随意切换，怎么样？谢谢你，但是你也要把衬衫换下来吧，这也要烫一下。我脱下来，你马上换上，保你过关啊！哎，走走走。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？好了吗？音乐起。打开黎明的窗，让心灵不再被尘封。这鳖孙子说的是什么呀？寻找这词儿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不成文？吹动年少的轻狂，去追寻青春的曙光。晨曦折射心灵的模样，我有一双翅膀，一颗期待飞翔的心，在蓝天白云中摇曳我年轻的梦想。少年时代壮志飞扬，
飘动的青春，期待金秋的羔羊。当收获的季节远走，那丰盛的硕果已装满我成长的行囊。你的喜事儿了？是啊。究竟是谁将创造我们的未来？犹如雕刻家将石头刻成雕像。成长的过程中，快乐与忧伤是与我相伴的，是我。停。啊，志远，你的词儿还是不熟啊。我们就剩两个小时了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整台晚会的排练啊。拜托你，再熟悉一下好吗？对不起啊。还有台下的各位，别坐着了，还有两个小时就开始了，还在这坐着干嘛呀？该化妆化妆，该排练排练呢，都紧张起来。你们谁有时间替我帮霍志远排练一下吧？我还有点事情，先去忙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去陪他对词儿。我去，哎，别，怎么不行啊？说就是你。哎，快，王子，我不行。我陪他对那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兄弟？是不是兄弟啊？快去！呀！他去。打开黎明的窗，心灵不再尘封，追逐天际那无边的梦想，成长的风帆。老谷，谢谢你，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练，谢谢，谢谢。成长的风帆。哎，好紧张啊，总觉得今天怪怪的，希望今天早点过去吧。现在播送一则新闻，南江大学林先生文艺汇演将于今晚7点在校大礼堂准时开始，刘亚杰先生以班级为单位提前半小时入场，特此通知。观众都进场了吧？看着这一张张年轻而不明是非的脸，他们将见证我成功的一刻，也将四处传播你失败的瞬间。今天晚上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成功和失败将会同时出现。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吧。台词我做了一下调整，抓紧时间看看。我就说，一会儿只要这个定点光一起，你就开始从上面往下撒。撒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这个节奏和感觉，尽可能的轻柔一些，艺术一些，懂了吧？你撒一个我看。来，温柔一点儿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啊，记住了啊。你看我今天妆容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没问你，问王子呢。你把妆卸了比什么都好看。你都没正眼看我一眼。哎，你们看到霍志远了吗？往后不是背词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他说好的上台之前对个词儿，这半天也没找着人。化妆间一直也没看他过来化妆呀。老顾啊，你出去看看。哦。别换了，帮忙找找。啊，师哥，王子到处找你呢。我在背词呢。你出去，我需要背词。你怎么在发抖啊？
我需要飞翔的心。你发烧了？没事。不是，石头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啊？王子不是把词儿都抄你袖子上了吗？我不想作弊，太丢脸了。作弊也没用，正好改了以前的专词。我爱你，像命中注定的逃不了。我爱你，像春风拂绿了青草。我爱你，像流年似水般不停地奔跑。还能有什么比爱你还更重要？水